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西啊。刚刚已经坐了大伯的车来到镇上了，今天准备陪我老妈去县城啊，看一下这个眼睛。昨天我老妈说她下楼梯那个眼睛都感觉有点花，看不清了。我妹妹打电话给我，她说姐姐你有时间吗？她说你带老妈去看一下吧，因为眼睛的话我觉得还是个大事情啊，眼睛看不清的话，反正去检查一下嘛，然后我们自己放心一点。本来准备去邵阳那个大医院的，但是我昨天跟我姐姐问了一下，她说邵东那边有疫情，就是要做48小时的核酸检测才能进医院。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啊，就是明天星期六星期天的话主治医师是放假的，所以就看不了。我就跟妈妈说，那我们先去县城的医院看一下，如果检查没大问题，我们今天下午还能赶回来吗？小白说他说他送我们，然后我就想，因为这两天我公公婆婆在家挖红薯嘛，然后他们也没空，我就说家里还照顾月月，虽然说浩浩上学了嘛，放学回来也有人接嘛。我现在在等车啊，我去看一下，然后那个去龙回的车什么时候来，去给老妈买点早餐，给老妈买了馒头还有豆浆。妈妈说她今天去挖红薯了，早餐都来不及吃。我说那我还没坐车，我给你买个包子吃吧。车终于来了啊，好，上车了。妈妈，那狗走，走油去了。那早餐了，带了两个的，今天只买八个的，你检查了。哦，擦个面那个，我今天早上给浩浩去煮面，我买两杯豆角，我等一下擦一杯了，你先擦了啊。你今天早上啊到挖红薯啦，你要进个是咸猪，你师傅啊几个？进好的啦。好了，你等一下去看了啊，你先拿早餐。今天买了小白过去送我，我就想着我忘记挖红薯搞嘴巴肥，我就把这些带去。我跟我姐姐讲，假设那你到县阳去个，县阳恐怕有疫情，过一次核酸检测要48小时，见面就星期六心情的吧。我就公公先到龙河检查过去，要是没得啥问题就报一起。好，现在我们下车了，已经到总站了。龙河人民医院啊，到了。拿袋不许啊，可以许吧？我能进去，你看。红吗，妈妈？啊，不红吗？红。就那边好像有，这边这个在过路线，这边有。啊，走了，我们现在进去找医生。明诊了啊，进去看一下。刚刚问了那个护士前，那个服务前台啊，他说那个眼科搬到外面去了，害得我们还跑这里来。眼科门诊啊，在这里。现在到了眼科诊室啊，进去看一下。眼睛怎么了？左眼。是左眼吗？怎么的？还是两个眼？右眼没些一点，左眼好一点。嗯。这看到光是散的吗？是一个好的光。以前有这种情况吗？五十五块一件，是没得的。你这个眼睛是过来就是看这个贴子模样哈，就是该面看的，就是没看这个光，就是个散的散的一个大黄光一样。哦，就说本来是个光，是个光，你看到光就好像一束光，就是一个圈圈而已，是吧？就是散的。哦，这个是对了，这个呢，看到了。然后你医生就是以前有近视吗？年轻的时候。年轻时候没近视。妈妈，现在滴了那个眼药水，要等30分钟才能再做检查。现在这个结果出来了，拿给医生看一下。镜片，我们眼睛里面要放个镜片的，镜片就像我们的眼镜片一样，你有近视，把你度数加在里面一起，你就以后就不用戴眼镜，你也能看得到了啊。
就是说有点白内障做手术是吧？嗯，它是白内障，然后还有个近视啊，有个500度的近视。哦，那要星，那今天做不了啊，那只能星期天过来。对，我们这个白内障呢，你只要买了农保吗？有。买了农保，我们的手术费、住院费、检查费都是免费的，只有一个镜片不一样。你如果说要换个好一点的镜片，自己花钱买个好镜片。如果说你无所谓，也可以用我们也有一个免费的镜片提供的。我们做白内障本身就包括了一个免费的镜片在里面。如果你不装那个免费的，你要装好一点的，那个镜片就自己出钱，就不能报。只要出镜片的钱，如果是你装的是免费的镜片，就等于这个手术做完一分钱都不花。啊，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。有些人要求装好一点的，深度的其实也可以的，1100多和1900，4000多和10000多的呢，主要是针对那种年轻的，对，针对那种又要看远又要看近的，那他肯定要装的贵一点。要住院几天？住两天呀，星期一天来，星期一做手术，星期二回去的。啊，那可以的。那我心想，因为这个做了还会有什么后遗症吗？不会有说有什么后遗症，但是这个做完之后呢，你视力效果好不好，就是跟你的眼底有关系。但是你这个有白内障挡住了，眼底看的不是很清楚，就说你的手术效果呢，我没办法给你说，你做完之后一定能保证你看到0.2，这个我没办法保证。手术呢，反正是尽量给你做，做完之后呢，效果好不好的，反正就是跟你的眼睛里面底片有关系的。如果说你的眼底没有什么问题，血管神经是好的，那你应该呢就是看得到。如果说血管神经有问题，那相对来说可能视力效果就比别人会差一些啊。嗯，好，好了吗？那我们就星期天再过来。然后是星期五见。今天星期五，对。明天可以见。明天在家休息一天。然后你就是要住院两天，你要把家里安顿好，到时候要奶奶帮你运下鸡呀什么的。好了，现在也到中午了，我们两个先去吃点东西吧。反正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就等着做手术了啊，放宽心嘛。啊，这个做手术还蛮好的，你看他这里设备也蛮齐全的。对，主要是现在政策好啊，就是白内障的免费，然后就是主要就是你那个镜片要花点钱啊。